代女演员卢允瑞近期凭借韩剧《浪漫速成班》收获了很高的人气。近日，她出演了韩综《Running Man》，也是她自出道以来首度登上综艺节目。除了展现不俗的综艺感，也和节目班底们产生了不错的化学反应，获得观众们大赞。然而，期间卢允瑞坦言，录制节目当天其实是自己的大学毕业典礼，而她为了参与节目而选择缺席，令众人感到很惊讶。更遭到亲弟弟批评是得了艺人病，让她感到很受伤。事实上，卢允瑞是个才女，她在首尔梨花女子大学就读西洋画系，绘画能力十分出众。节目不间断播出后，网友们认为参加毕业典礼和录制《Running Man》之间要做出选择，真的好难。卢允瑞真的是很惊艳呢。